普京总统府谈呢发人深省，当今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，大国怎么做，如何对待他国，不仅将决定大国自己的兴衰，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人类的前途与命运。中方一贯认为，大国就应该有大国的样子，大国应有的样子不是对他国攻击抹黑颐指气使，也不是耀武扬威胁迫恫吓，更不是拉帮结派制造分裂，而是要为世界和未来展现更大的格局和情怀，肩负更重的责任与担当，做出更多的努力与贡献。我们希望各国，尤其是大国，要重温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，珍惜二战以来各国共同努力构筑起来的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，共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，共同推进国际关系民主化，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。